好，群里的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呢是2020年的7月19日啊，是一个星期天。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标题啊，来自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诗啊，叫"莫为浮云遮望眼"。啊，我觉得老人家的很多诗句啊，比较提神儿，对吧？比较提神，我们需要这样的。好，我们今天啊，先跟大家延续一下已经跟踪了几天的这个推特黑客事件呢。目前呢，关于这方面的媒体的报道就少了啊。就昨天下午这个 B 世界转发的这个叫一个 The Block 研究总监啊，他说推特黑客业余一定会被抓住啊，这个人呢，一看这公司啊，就是一个专业人士啊。他说，这个推特的黑客已经彻底重新整理了他们骗来的比特币，大约17.34美，相当于16万美元，分布在33个新钱包里。啊，这家伙完全是个业余爱好者啊！如果像我这样的白痴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复杂工具的情况下，几乎完美的跟踪他的比特币去向，那么他们一定会被抓住。啊，这个大意是这样的，16万美元呢，啊，合人民币100万多一点吧，啊，真正的对于 Plus Token 是个小菜。我们说我们已经可以确认这个地址是 Plus 的啊，但事儿不一定是 Plus Token 的人干的啊，因为这点钱不值得他这么干啊。那么如果他这么干了，可能有别的目的。啊，如果不是他干的，就有可能是别人在栽赃给他。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事闹得很大啊，不是钱大。我们说他已经，影响了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嘛，啊，信息安全呀，个人隐私啊什么的啊，所以他，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啊和 FBI 的注意啊。这个昨天我看很多人转发我跟那个我们一个群友啊，技术研究的一个文字聊天语包啊，文字聊天包，有的人哎，有说我们牛逼又吹，咋不吹到宇宙上去？我告诉你，这是确确实实的啊，因为推特是美国最大的叫做自媒体吧，啊，第一时间呢，美国国会就要求这个推特的老板给他报告一下这事儿是怎么回事，然后 FBI 去介入了啊，但是他们介入目前为止也是浅层次的，只是以推特为关注点啊，啊，你们这么大公司怎么搞的？那么100多号人都被人盗用了，是吧？啊，钱不是他们关注点啊，因为那个这种骗局司空见惯嘛啊，如果真是骗局的话啊，全世界都在搞着，但是啊，你不可能啊，就为了100来万，而且这个手段呢，就像刚才这个帖子讲的啊，非常业余。不是业余啊，这个人很谦虚，他就是这个说话的人他，他说他自己是个白痴，就是像我这样的白痴都可以在没有任何复杂工具的情况下，几乎完美的跟踪他的比特币去向，这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只要你的手指头会动，你就会查币啊，都可以查到啊，这个币这个地址的币到哪了哪了，一个顺藤摸瓜就能摸到啊。那 FBI 现在没有摸呢，啊，或者摸了没公布呢，啊，另一种可能就是他想搞个大事啊，引起 FBI 注意了，查出来啊，真正的这个币居然又是 Plus Token 的啊，你怎么 Plus Token 这不是骗子吗？怎么还那么多币呢？你干嘛呢？啊，我们报告领导，我们现在被关到小黑屋了啊，不让我们出来啊，300多万人等着我们出来呢啊，赶紧求援呀啊，有点这种意思啊。所以说，大家关注这个事儿，也可以顺带查学一下查币，重温一下查币。但是我们说啊，这个研究工作应该是很严谨的。有些人也讲了，你看，混币器瓦萨币又不是你 PlusToken 一家的，大家都在用，也不能说有了混币的啊，这个地址发现在混币，在多项转移的就说是你 PlusToken 的。对，这个从逻辑上首先就是不严密的啊，因为这个别人也会这么干啊。那你究竟说这是还是不是 Plus Token 呢？那你必须要
进行严密的排查。怎么排查呢？就是他这个地址有没有跟已知的普拉斯托克的地址发生过关系，对吧？我们说两个地址之间啊，他又不是做买卖啊，他这个币转来转去，你愿意把这个币转给对方，再转给再转一圈又回到你的另外一个地址，因为 Plastoken 被公认的地址是很多的啊，除了饶博士那里最多的地址啊，百十多个，有两个 Excel 表格的，那么其他我们知道美国有两三家啊，那个叫咨询公司也好，研究公司也好，对吧？那么中国的链安呐、派顿呐啊，他们至少承认的地址都不下十个。那么你从这十个里面，跟就是已知地址和这个疑似地址之间，你很容易找到一个勾连关系啊。如果你不借助软件啊，这个可能比较累而已啊，但是这个工作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就是比较繁琐啊。那么我们相信，作为一个中国。头牌中国头层985又在美国读了博士的饶博士做的工作啊，他的能力他的态度我们是相信的，所以我没有进行第二项该进行的这种工作啊。基本上这个事就是跟普拉斯托克有关啊，查币呢是很简单的啊，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查。这是我今天开头跟大家讲讲一个事。那么呢对于普拉斯托克，我们真正能够相信的就是币，但是那个币啊，就不是说真正能够相信，就真正能够把握的啊，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的，不管你相不相信开房啊，相不相信他合作啊，但是这个币在啊，这些币是 Plastoken 的，这个谁也否认不了，因为这就是区块链的特点啊，这就实现了机器信任了，是不是？都在链上嘛。剩下的你说那是推理也好，是猜测也好，是意淫也好，是编故事也好。这分别对应了你不同的语言表达能力啊，有很多人就是语文老师死得早。我说你语文老师死得早，你肯定还不高兴。我老师健在呢，那你健在了，赶紧去拜访一下，道个歉，老师，我语文没学好，对吧？我们讲币的同时，就要说一下那些追踪消息的人有多么不靠谱啊，什么。几号开网呀？什么又变成四成收益啦？什么六成收益啦？哎呀，你研究那干嘛呀？累不累啊？那首先就不靠谱啊！曾经我也一段时间很早的时候啊，去年也追着消息，后来发现一次两次不靠谱之后，就不会有第三次了，对吧？尤其同志们，你们有些欠债的，你知道那什么叫征信？征信啊？那个银行凭什么给钱给你啊？对不对？那是觉得你有这个资信给你给钱，然后让你还的时候，你一次不还，二次不还，第三次还跟你借吗？你已经失信了啊！目前这些消息来源啊，都是资信都已经打负分了，负分滚粗了，你还信他干嘛？这个消息啊，就像放屁啊，当时是惊天动地啊，那么过后呢，苍白无力啊。所以说啊，我们不要去追那些消息啊。就算是说是明天开网，你也等到明天拿指头动一动啊，开不了把他骂一骂。你现在骂人，这些发消息的人连名字都不敢露啊，就属于对天空放屁的、不负责任的啊，他不还是隐身的，这样的话有什么可信度呢？对不对？但这不是说就不开网啊，这是两码事，对不对？前几天跟大家说啊，全世界就是全世界区块链和币圈的人都在盼着三件事啊，一个是 IPFS 啊，早日那个上线啊，因为他是跳票大王啊，他上线嘛，人们寄予他能给这个币圈带来几亿的新鲜血液，因为据说他们自己吹的现在有10亿人在关注啊，地球上现在有没有80亿人？没有10亿，但是1000万。对币圈都是很大的数字的，币圈目前啊，所有的玩家加起来也就4-5千万的规模啊，很小众，这是论人数，论那个资金规模啊，也就是不到2万亿人民币啊，比特币其中才1万多亿人民币啊，在资本市场是很小的一个小池塘，这个池塘必须要啊有新鲜血液进来，它才有勃勃的生机，才能发展壮大。现在你看那个比特币。在一些横盘的地
第九个星期都走完了啊，就是一种震荡啊。你感到要涨了，它就掉下来；感觉掉了又涨上来，永远在9200左右啊，上下。尤其是这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星期啊，也创造了记录。什么记录？就是日内波动幅度最小记录。比特币一天平均三四百点的波动啊，就是三四百美元的波动是正常的啊，也有过1000、1000、2000的，那是大牛市的时候。但是，一天不到100块美金的波动，居然能延续几天啊？就是量能极度缩减啊。一般按照技术上来说啊，很快就会有个行情。究竟向上向下呢？本人倾向于看上，为什么呢？啊，因为最近又不是急剧涨的时候，也不是跌的时候，它是一个震荡市的时候呢，居然出现了极端的言论啊，极端的言论。我们讲什么叫极端言论？我们回顾一下，2017年12月，那比特币从1万多，很快的涨到接近2万美元的时候，出了一个大大的吹鼓手，叫高盛啊。高盛是美国投行里排到第一把交椅的投行啊，高盛以专家的姿态告诉你，比特币将来前景无限，会涨到天上去，大家都来买比特币。哎，他的报告一发出来，到了今天啊，比特币都没涨到那个价格，连1万都上不去啊。这就是在涨得特别好的时候，比方说涨到1万的时候，人家说涨到2万啊，有人这么想，大家都这么想，都在干。突然冒个人1万的时候，他跟你说是10万，我操！这种你要警惕了。那同样的，在跌的时候，如果有人发了超出常识的悲观言论，比方说前天啊，也有专家啊，我说的专家是有单位的啊，就是美国的啊，研究比特币的，玩比特币的啊，指出啊，比特币应该经过一次，再经过一次暴跌再上涨，他觉得应该跌到啊7000多啊，再涨到2万多。那么今天呢，有人说，哎，应该跌到4000、5000，再涨到5万。那好啊，这种言论多了啊，有的是不排除啊，是大庄家雇来的那个吹鼓手啊，叫黑嘴啊，给你说啊，一把你吓出来了。你一听，我的天呐，昨天说7000多就挺害怕的，那么今天都有专家说跌到4000、5000了，算了，卖吧啊，你一卖，嘣儿它就上天了啊。资本市场是永远玩这个游戏的啊，就是中国的，这是世界惯例啊，世界都是这样玩的。那么中国还有更特殊的地方是吧？中国的股市，我们说上个星期刚刚回暖，哎呀，回暖就是外资啊，单纯外资进来就几十万亿人民币的规模啊，这外资当然包括美国的，是吧？啊。那时候还有人担心，哎呀，中国和美国吵架了，那外资都撤资了，不跟你玩了，我们经济要倒退，要萧条。相反，同志们啊，资本家都是非常现实的啊，你炒归炒，我该挣的钱，能挣的钱，绝对不会放弃的。中国现在在叫做价值洼地，晓得吗？什么叫价值洼地啊？就这个东西，平均市场价格卖到10块了，你中国这东西还值是5、6块，那干嘛？我赶紧拿钱把它买上呀，这叫价值洼地啊。4月1号啊，就2020年4月1号，中国就执行了入市的最后，就是金融业开放嘛。金融业开放，对美国的金融业开放，就美国的银行可以到中国来设立分行了，啊，证券公司可以过来设立营业部了，啊，是吧？这都过去几个月了啊，美国的头牌、二牌都在上海都设了营业部了，营业部了，他那些资本家不是拿钱来炒我们中国股票吗？所以股票，但是好景不长啊，刚刚涨起来，我也不知道中国这些决策层的哪个官员的哪根神经啊跳动的节奏有了问题啊，一根大棒，据说这两天又是血流成河了，那。最著名的一个大棒就是茅台，为啥呢？因为中国这几年涨得最好的股票是茅台啊。但是呢，这专家啊，我觉得有些专家，包括我们普拉斯托克有些人，就是以此为镜子啊。专家都这样，你不能说专家，就是专家也有臭棋篓子啊。我们以此为镜啊，臭棋篓子跟他就是老是从概念出发啊，不从现实出发。啥概念？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啊，现在是老二，这很快要成老大了。你看看美国老大，美国它排行前10的市值排
前十的股票排前十的，七个都是高科技公司，另外两个是银行。中国排前十的啊，全是银行啊，要么就是房地产啊，还有一个更奇葩，居然是一瓶白酒啊！我们这跟泱泱大国的形象相称吗？啊，全国人民去追捧一只茅台，茅台就是腐败啊！茅台刚反腐啊，抓了很多的高管，十几个都下马了啊。我也是好多年没喝过茅台酒，都忘了啥味儿了啊！结果《人民日报》海外版写了一篇文章，1737个字啊，核心中心思想是茅台啊是个酒，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啊，更不是用来搞腐败的。结果这个文章发出去，茅台的市值跌了1740亿，兄弟们，1730几个字的文章。让一个公司的市值跌了1740亿，也就是它一个字就值1亿，这就是资本市场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做空的方式啊。他有没有在发文章的时候招呼他的亲朋好友高位建空仓啊？如果美国人，如果索罗斯一定会这么干的啊，这是无成本的啊，发个文章不要成本，还能拿到稿费啊，你在高位做空啊。不是很多小白还问什么叫做空？做空就是你看这，你知道它将来要跌，你在这个位置，你建立卖出单，而说我没有货怎么卖呢？你的法律关系就是你从证券公司借了股票，你在期货市场就是借了一批货，你在比特币的合约市场就相当于跟交易所借了一批东西，但你可以，你有东西了，但是你借的你不用付，你借的你付什么？付个保证金，然后你。你就卖，想卖多少，只要你有足够的保证金，保证金一般是带杠杆的嘛，对不对？瓶茅台酒，一个茅台股票，假如是几千块钱，你只要用十分之一的钱就可以做同样的事儿，然后你把文章一发出去，哐当跌了一个跌停板，你就翻番了啊！这是中国特色啊，用文章砸盘啊，因为。啊，中国的这些媒体啊，背后都是权力，尤其是《人民日报》的海外版啊。我们知道，中国说话最牛逼的人啊，在纸上啊，叫《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啊，《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特约评论员啊，曾经啊，在30、40年前，包括70年前啊，那特约评论员就是当时的我们党的一把手啊。我们伟大领袖经常就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个文章，你就知道这是老大的意思了啊，知道吧？到一二，不是，就是1996年11月份吧？啊，具体的不详啊，待考证。96年那一次啊，深圳闹了一次股灾啊，因为那个也是前面是牛市，牛气冲天啊，牛气冲天，那是中国没有经验呀，那股市也没有涨跌停板啊。那一年就96年啊，因为97年香港要回归了，是吧？哎呀，那时候中国经济也好，哎呀，结果工人也不上班了，农民都把地也卖了，牛也卖了，就去炒股了。那股票那一年好像大涨，涨到3、4月份呢，《人民日报》这特约评论员就说有风险啊，再涨就有风险，大家要注意。连发了12篇这种叫12道金牌都没有用。这些都是专业媒体，什么证券报什么的啊，这些都没有用。最后还是《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很严厉的告诉你，股市有风险，有泡沫，现在太高了。然后这一发出去，连跌3天啊，很多人就跳楼了啊，很多人就跳楼了。那时候深圳楼还没现在高呢，但是足够让很多人跳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啊。那么到了。1997年啊，2月份啊，我们第二代改革，我们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核心啊，第二代核心啊，也就是逝世啊，逝世呢，当时大家就动摇了，哎呀，这个中国啊，领导又挂了，中国经济会不会倒退啊，香港还能不能回来呀？然后这样是吧，股市又小小的跌了一下啊，然后很快的就报复性上涨啊。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面要习惯啊，习惯中国特色的股市，还有一个大庄家叫做《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
我们希望哪一天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发个文章，DCEP 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啊，整整是吧？DCEP 是全世界人民的福音啊，这多好呀！真的要想一想啊，万一实现了呢，是吧？因为开往呢，必然会开啊，肯定会开，也就不太远啊。那饶博士平常说的就是暑假嘛，这也是暑假，暑假还长着呢。但是具体的时间节点啊，那是不足为凭的啊，不足为凭的。你不要管他是什么 Y 同志从北京开会什么的。哎呀，这些都参考一下，你高兴就好，但是不要较真儿啊。为啥呢？因为我们一年多就这么过来的啊，这种信息不靠谱啊，但是肯定会回来啊。时间的节奏也差不多了啊，只能说是差不多了啊。我也没有什么消息，我也不对这些消息就不感兴趣啊。包括大家觉得会给我们放消息的人，他们放在我们这个资信评分系统上都是负分儿。啊，所有消息的人都被打脸过，那还在说呢，就脸皮太厚了。但是我们已经对他失去信任了啊，我们就不以此为依据了啊，我们就聊聊轻松的话题啊。然后我就参个好边，饶博士一样，我们也分享一点时事热点嘛，对吧？比如说，哎，这两天炒的比较热的话题，这美国威胁啊，要对中国的党员和党员家属实行什么禁入令？哎，这个话是非常扯淡的啊！大家就是冷静想一想，最新公布的中国有党员9200多万啊，小算就1个亿啊，那就按照一家就三口的，那你算算是3个亿啊，多么大的一个数字啊！你都不允许他去美国了，好像谁爱去似的，是吧？现在热衷于去美国的，除了正常的学习、做生意或者旅游啊、探亲正常需求之外，还有庞大的坏人群体，比方说潘石屹啊，已经卖了把他的家产都卖了500个亿了啊，时刻准备跑过去的啊，这种人啊，那些勤勤恳恳为人民谋福利的广大的党员啊。没事去你那干嘛？去那肯定是给他有好处的啊，因为生意都是互利互惠的啊，又不是到你那去干嘛的。再一个这是从他的动机上啊，再一个最主要是这个操作性根本就没法操作啊，是吧？你到美国去，你知道美国有个禁令，你还说我是共产党员，你那么傻吗？我们共产党员长期以来都是，日本鬼子拿个枪，谁是共产党员？交代！没有人啊。但实际上很多党员，他一转身就给他头上一枪屁股上留个手榴弹，是吧？只有一个那个啥的青年，就站出来了叫刘胡兰，是吧？那刘胡兰就是，娃是好娃反应慢了点，是吧？我们这是开玩笑啊。现在新的法律就不允许开这种玩笑了，其实呢，这个美国即使有这个禁令呢，它根本没法操作啊，因为你知道谁是谁不是啊，你大数据都查不出来，谁的任何个人信息不会泄露，只有组织上知道这人是或者不是啊。那好，那你有些上了一级别的官员，你可以把科级以上干部都不允许来，那好吧，你做做生意了啊。是吧？美国的很多，你买波音飞机的，去美国买波音飞机的那叫中国航天中国几个大的公司那都是央企央企的干部都是党员能说但凡有点话语权的，必然是党员。那去买美国买大豆的，那叫中粮集团，那也是央企哪个干部不是党员？你不让人家来，你不卖货了，你等死吗？是吧？美国农民一直在造反呢，大豆卖不动了，飞机，波音飞机都给破产了。开玩笑，这种话就是一个是很弱智反映了美国现在已经是气急败坏，狗急跳墙，使不出招了。这种话就是当人当笑话他有这种想法都是个笑话，一个是做不到根本操作不了他一搞起来就不是说
伤敌1000，自损800了，其实完全是对他不利的啊。那么更可笑的是，英国也跟着，英国就是美国的跟屁虫嘛啊，也要从香港撤回英国法官啊，以后不再往香港派法官了。我操，这个我觉得我们吃瓜群众都应该鼓掌，他妈早都不需要他了。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在香港乱的时候也抓了一些街头的暴徒啊，就是因为这英国籍的法官为暴徒说话。啊，你感觉香港他妈软弱？那警察前面浴血奋战，香港当时警察缩手缩脚的，好不容易抓几个明显的暴徒，抓进去，那法院一判就把他判给放了，这都是英国法官干的。英国法官就是那种头上戴个银毛啊，我们说金毛狮王，他银毛狮王啊，他们戴法套，据说是，哎呀，戴法套显示什么法律的尊严，他妈多可笑，那不怕长虱子，香港他妈得热着呢。哎，每天开庭戴个那个大头套，装逼嘛，是吧？这是英国法官有什么嘚瑟的啊？不派了，他省事儿了啊。但是啊，他们居然把这个拿出来对付你，这个大家觉不觉得这人都是阿三附体了啊？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阿三啥情况？阿三他妈的，同时对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开战。然后不断的跟大天朝骚扰，然后大天朝稍微动了几根棍子，然后就他们就多了20多个他们印度的烈士，啊，现在被尼泊尔又打了一顿，打不动了，然后开始向美国求饶，我现在穷啊，缺钱呢，是吧？你看到没有？这美国啊，什么英国这些还算是有智商的，已经开始向阿三看齐了啊。这阿三有些地方也是挺牛逼的啊，一个是阿三吹牛逼啊，比我们中国人敢吹啊，但是他有些牛逼是实现的，所以有些都是还在证实。因为阿三，因为印度国今天好像有个企业宣布他们已经研发出来了5G 了啊，明年就开始大范围铺广了啊。但是阿三一些高素质的人啊，都在美国工作啊，他们在 IT 界还是。小有成就的啊，这股还是不能去小觑。但是留在国内的啊，就够呛了。尤其是印度那个制度啊，我们不输出自己的制度，也从来，因为我们制度老是被美国人恨得牙齿痒。但是你对比一下啊，阿三那个国家之所以越来越烂啊，越来越搞笑啊。阿三的精英啊，都到美国去了，在世界各地，外面的印度人除了身上的味道不好闻啊，除了说的话吐词不清啊，基本上还是比较现代化的。但留在印度国内的人都是喝着恒河水是吧？哎呀，那恒河水啥情况就不说了啊，有些公知啊、文艺青年，哎呀，以为那恒河水可以洗涤灵魂呢，我的天哪，那泡着尸体。和粪便的水，哎，那国家就那样了啊。莫迪是他们这七八十年来稍微有点作为的人啊，也只能这样。啊，印度的出路就在于实行社会主义，但是印度呢，印度很多的山里面有很多游击队啊，一直在顽强的斗争。那游击队就自称是毛派分子啊，他们就是。以毛泽东为榜样打游击，但是他们缺一个政委啊，缺一个书记，他们的革命工作也没有什么成就那么就是现在，连美国人啊、英国人都向阿三看齐，在制造一些低级的笑话啊。我制造啥笑话？美国他学阿三啊，怎么学的？美国居然要制裁德国。因为在一些问题上呢，英国是美国跟屁虫，那德国就公开跟美国唱反调，要求你制裁中国，德国我们不，我们要慎重的考虑啊，要不许用5G，德国表示我要用啊，然后像昨天晚上美国就是正式要制裁德国，德国有一个大工程是输油管啊，要从什么乌克兰输天然气的啊。好，这个公司谁敢投标啊？谁敢参与建设，我就制裁谁啊！100多家公司呢啊，
就是因为了对付德国，为啥因为德国制裁？因为德国跟中国是保持一个理性的态度啊。什么叫理性啊？就成年人有利了大家合作，没利了才翻脸呢啊。美国这是非理性的啊，英国也是非理性的。为啥？中国为了跟美国这个一块制裁武器，你算算账，他里里外要赔多少钱？1000多个亿呢啊！傻逼是无下限的，不要以为这些国家就不傻了啊！人在愤怒的时候，在没办法的时候，都会做些傻事儿，包括一个啊世界头号大国的总统也好啊，包括一个全世界人们都以学英语为荣的英国的领导也好，因为英国已经内乱了，英国还有个苏格兰啊，苏格兰现在又搞独立公投了。我们知道英国俗称英伦三岛嘛啊，有英格兰、苏格兰加北爱尔兰啊，组成它的本土部分。哎，人们澳大利亚、加拿大都是英国的曾经的殖民地啊，那么现在呢，也属于他们英联邦成员啊。这么一个大帝国，现在只是日落西山啊。日落西山的时候，你在困难的时候啊，第一要冷静，分析一下形势；第二，找到一个依靠啊，带你掉坑的人，你赶紧离开他。啊，跟一个真实可靠的大哥，因为英国本来应该跟中国合作的嘛，你跟着老美不是一块堕落吗？啊，你现在他后院也起火了，哎，就我们知道啊，我们的雷欧他把公司迁到英国去了啊，这里面还有的讲，啊，不觉啊，又到了说下课的时间了，兄弟们，那么。说1000到10000啊，大家的信心永远在啊，开往的希望啊，开往就是一个倒计时啊，放宽心，但是要处理好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啊。我们有事说事，没事瞎聊，一切就是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度过这段难熬的日子啊。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啊，谢谢大家。